国职棒大联盟多伦多蓝鸟队小葛雷诺连着两场重炮出击，写下个人新纪录。Junior with number 45。对战光芒敲出一支阳春炮，小葛雷诺棒子火烫，近十二场出战九轰，更拿下本季第45支全垒打，超越大谷翔平，荣登大联盟全垒打王。不过同一天，大谷的学长达比修友恐怕心情也不太好。Driven to left, hit well.教室和巨人队系列战碰头，先发主投的达比修友一局下就被对手敲出一支全垒打，但这还没结束。But it goes and a drive to deep right field. McCovey Cove, oh no, doesn't get there, but it's long gone.怎么投怎么被轰，达比修友只投了四局就挨了四发全垒打，也追平个人投球史上最糟纪录。然而比赛瞬息万变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There's Sosa to his left and hits the umpire。红雀队游击手 Edmundo Sosa 传球失误，脸上表情尴尬，因为一雷神直接被球击中，不止倒地，脸上更是马上见血。尽管检查过后没有大碍，但也吓到不少粉丝球员。TVBS 新闻宋子导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